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拆开面包超人的新玩具，我们把玩具拿出来吧。我们有一个面包超人的夹心蛋糕，我们还有一块蓝精灵的饼干，最后我们还有独居妹妹的便当盒。我们来把蛋糕和饼干全部放在盘子里边吧。这是面包超人。这是蓝精灵，这是奶油蛋糕，这是 cookie 饼干，最后是超级飞侠乐迪。我们有独居妹妹，还有细菌小子，还有面包超人，还有咖喱超人，最后还有蓝精灵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